来，一起。我买点儿这种，这种是胶的还是啥子那种编织那边的。我来养那个猪，那个猪圈头边那个三蚊子凶得很，一到了晚上是飞机牛，我那猪儿弄高的那个请叫唤，感觉蚊香又是蚊香都见不到好处，高空那猪儿又不肯长。我准备买点这个，往往飞，把那个外箱猪圈那个洞给它蒙了，然后它就飞不进去了噻。就是那个飞行牛嘛，都是少部分，要好很多。我问过他们说这种德行，买点回去试一下。老板儿。你这个可以折那个猪圈那个洞洞不？可以。折得住蚊子不？这蚊子折不住哦，我看。那有些我说德行哒，就是那个猪圈那个墙不是我们整的那种扁一点吗？把这个给它蒙了嘛，它就飞不进去噻。两层耶，好多层好多人嘛。两层通风不？通风。不是两层都钻不过去了，一层呢是有点。哦，蚊子现在蚊子精灵的很。能搞的身上是起个大包包，我那猪的一身都是红包包搞的。我那长是宽是两米。哦，长吗？长那天我量了一下，好像是15米啊，买20米嘛。两米啊。高是两米高，就可以把那洞折完了，但是墙不折，墙是3米，我直接洞噻。整个长度好像是买20米应该差不够，那天我量好像是15，我记得。这种又可以防晒，哎，质量长度就够了。我一直害怕弄你讲的要烂你走，那么就关系。先折一层嘛，到时候不得行我又再来折一层。哦，对的。那个倒还当。再儿我就想办这事情了，搞忘记了，有时候想不起。钉子的呢？你咋有钉子噻？你说供的过去搬蚊子，这一层次吧，有可能要供你。他又弄聪明了，现在都后边挤过去啊。嗯，不要得，人家养闯进来都看得到你，吸得到你水。哎，对的，有可能隔层那都晓得搞的。那能搞得到的。现在的蚊子我发觉聪明了，而且那个毒性太大了，一通都不够。哈哈。一通好长，你都不晓得啊？是不是？17。哦，我买点猪骨回来。哦，你买它猪骨了？啊，要的。你不是说蚊子凶得不得了吗？凶得很。你从搞的青椒回来，那天我回来一趟，再一天你说买又回来，我光是搞忘记，今天我中午这儿过我想起了。要的。猪要得不？要的。然后这里太阳都要得了嘛，这风的都要。哦。他老板娘喊我整两层。一层就够了，飞不进去的。他说他又转过来，先整一层来看嘛。转了我就来拆解。哎，你走过来干啥的？那我那拦鱼的嘛，不是的，我说弄腿儿那个。哦，弄腿儿那个。拦鱼那个，裤在屋里边呢，在。你好，给他崩过看，怕崩得过哟。这儿弄个的造孽的。你那块钉子这边？先挂到嘛，然后我估计又长。你挂起来，跟它套一下，说出来。你挂起来嘛，有些挂扯起来。挂老点儿，挂嫩点儿，挂老点儿嘛。老点儿够长的嘛？估计够长应该。起来，哎，对头的，上面还有块钉子嘿。刚好合适。啊，哎，靠一下点儿，你先暂时挂到哈儿嘛，挂到哈儿，等会儿再给靠。这个有个钉子就能安了，这钉子不得了，多少斤我嘛，那个洗了裤嘛，啊，水泥钉儿吧有个，老钉子就好看，哇，长得很，那你那天量虫子量发起来，我记得是15米，这是17米。长的短不得，不管谁。好的，管点儿。其实这个牲口还是要，
管理还是要爱护。像是猪儿这些肉蚊子高级，它又不长，它有时候咬到啷个子，叽叽咕咕的。金叫黄。看到圈里面几杆板，几杆条，看到有时候都可怜得很。空的，空的，嗯，这个位置吧，差不多，这个位置，哎呀，咦，反正挂得起就可以了，挂到这儿就可以了，嗯，要的，明天再给他磨呀，可以了，要的。还有长的，我们都两边。这个石头好大的。好。要得要得。放那儿，用你了。地上没嘛，我给你加两圈。那个包围的地方。把它拖接着。啊。到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搞了。下次就不要把它吹风了。真老口的，好 ，OK， 好的了，哎，安逸的很。整个月了就，吭哧吭长了这一头，那白蚊子咬了这就。